是山妮儿，我现在在去凤凰岭的路上。今天我们要去吃的春天的味道是野菜的味道，我要找好朋友欣欣去一起挖野菜咯。这黑妞看看它可乖了啊，跑了。哈喽哈喽，你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欣欣。哈喽。学生物的，农场达人，然后绿植达人，就是没有他不认识的植物。没有没有。咱要去挖啥野菜呀？现在荠菜已经很大了，我们去挖点荠菜做馅饼。嗯，然后我们榆钱前两天刚出来。太好了，我超爱榆钱。榆钱饭吧，那就做一个榆钱饭。行啊，你会做吗？当然呀，美食达人。开玩笑。哎，有什么活需要我干吗？农场开拖拉机你会吗？我可以会。我们正准备要翻地呢。行，走着。哎，我真的，我去了我就会了。行，走。这个是我们挖野菜的专用刀，圆圆刀。其实荠菜像这种已经长了很长的茎的这样的，它就已经有点老了。对对对，尽量找这种，对对，有这种小花的，刚开了一点点小花的，其实这种是最嫩的，对，是可以吃的，吃起来口感也更好。挖荠菜的时候呢，把它旁边的土先扒拉扒拉，然后左手把叶子捋一捋，然后右手从它的根部，哎，这样把它给弄断，然后让它的根留在土壤里，这样来年我们还能再吃。现在荠菜就挖出来啦。走吧，我们拉了一个男劳力。怎么称呼啊？他叫明帅。明帅啊，明帅。一拉它就会剪。哦，这里是个剪刀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把那个树枝卡在这个地方。对。啊、嗯，然后一拉。对。然后这样就给树枝剪下来了。行，我来试试。哎。哎呀！人家。啊！哎呀，对我的臂力也是一个考验。好了，太好了。成功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榆钱儿，它是小圆片儿，所以叫榆钱儿。它这个直接可以吃的，特别甜。嗯，清甜清甜的，真好。为什么说吃榆钱儿是撸榆钱儿呢？因为要从上给它往下拽过来。看啊，嗯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滴，哦，让他在底下，小心手啊！直接给你放柴火了哈。可以，哇，好，可以，剩下就放柴火就行了。做个饭容易吗？你说？太可怕了！哎呦妈呀！我们要用刚才摘的荠菜做一个荠菜的馅饼，100克的面粉。需要用150毫升的开水给它烫一下，搅成絮状。凉水需要80毫升。好了，搅拌均匀之后就要下手喽。荠菜我们也要把它洗干净，荠菜焯一下。热水焯完了，要用凉水给它过一下，把水攥干。啊，一上午的工作呀！切碎，切成末。荠菜馅饼里呢，我们还会用到一点粉条。切粉条的时候要用这种刀法来切，要不然粉条会崩得特别厉害。为了让它的口味更好呢，我还会加入一点豆腐。只用3种调料，一种肯定就是盐啦，点酱油，
香油。嗯，满意，很满意。倒点油在锅里，今天的饼肯定香，用这大铁锅。嗯，你们亲手做饭的，好苦流涕。人本来就应该站外面，这做的是在这边做饭是吗？不是我刚刚，我刚刚你们一直拍着，我没忍心打断你们。哎呦。哎，我们的馅饼给它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流着泪做完的馅饼，哭着也要把它给吃掉。我们现在要做鱼签饭了，先把鱼签放到一个大容器里，一点的玉米粉，点面粉。它调味特别的简单，就是盐。搅拌完了以后，它其实是薄薄的一层。我们现在要开始蒸了，放上笼屉，然后我们要放上屉布，屉布一定要铁的打湿了哟。我们把拌好的鱼签蒸上，哎，等着吧。咦，出锅喽，呵。啥家庭啊，用这么大的容器吃饭，比桌子都大。我去端那个馅饼。哦，我们开吃吧。我辛辛苦苦做完的那个做饭太不容易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其实鱼钱饭呢，它不是饭，它不是用米饭做的，而是用面粉和鱼钱混合在一起，把它做成一个主食当饭吃，所以叫鱼钱饭。哎，快来尝尝这饼。哎，你这个饼太不容易了做的。我烙饼那手艺，山东人基因密码。嗯，哇，好香啊，真好吃。嗯，忍不住又表扬了一下自己。因为它这个荠菜特别的嫩。嗯嗯。非常的鲜美，所以我们调味料只放了盐，还有那个酱油，嗯，然后我又淋了一点香油，足够足够了。其实真正的好食材是不需要太多的调料的，没错，反而太多调料会掩盖它本身的那个味道。嗯嗯，素颜美食，不用化妆的美食。这里山好水好食材好，嗯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。今天我们是来凤凰岭脚下的凤凰公社，嗯，寻找春天的味道。哦，春天的味道现在已经吃到嘴里了，嗯，太美味了。我是山妮儿，咱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